Hey， 大家好，我是暖弟。今天我要来跟大家介绍荷兰的茶壶品牌 Breitmeyer， 它是一个已经超过历史100年的茶壶品牌。然后很多国际的茶品牌，像是 TWG 还有马黑兄弟，他们都有用他们的茶壶在他们自己的店里面。那为什么会就是受这些国际品牌的就是青睐呢？现在就是我们一起来看看。那首先我觉得它最大的特点呢，就是它外面的这个罩子。那这罩子不是单单只有就是金属而已，它里面还有就是毛毡，这样子的话，同时可以达到一个更好的就是保温的效果。它的陶是就是厚陶，然后也有一个滤网，那厚陶就也有就是帮助保温的效果。它的保温效果，我们之前有自己就是在家里面实测，那热水倒进去之后，然后盖上罩子之后，差不多过了一个小时，它还是可以保持60度的温度。那60度其实就是一个很好入口，很适合喝红茶的温度，所以过了一小时它还是很不错。那过了两个小时之后呢，它大概到了就是差不多40度左右吧，就是也还是个可以接受的，就是温热的温度这样子。讲到这个保温罩呢，我就想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小小的历史故事。你知道欧洲冬天比较冷，所以呢，他们的老奶奶们呢，其实都会帮自己的那个茶壶呢，就是打毛衣，就是来达到就是保温的效果。这个品牌呢，也是到了就是现代之后，他才把这件欧洲传统的事情呢，改换成就是一个比较摩登的样子，就是用金属的就是罩子来呈现这个他们的传统。那这个系列的茶壶就是都有一个就是箱子，这个很适合呢，有朋友就是结婚啊，或者是搬新家啊，或者是搬新办公室啊，这些都很适合就是作为就是送礼的选择。